现在是常州大剧院，我在所有观众席的最后一排，在音控室的位置，正在看的是前面的舞台，依然是在设备调试这个环节。时间是7月24号下午4点钟，今天晚上7点半，音乐会的正式开始时间。一会儿再测试其他的音响，我们的设备还都没有完全安装完毕。所以这个时候的舞台是没有观众的，全部属于演职人员的这样的一个时段。